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执行玩一个比较高端一点的，也不是高端，就是通过自己的设计，通过搜索语法来去重。那你可能一看到 group by 去重，想的就是说，哦，我要按照 user ID，我就 group by user ID，然后再套一层子查询就完事儿了，那种太 low 了，对吧？那种没毛病是可以，啊，但我就不这么玩，我就不这么玩，我要通过一个什么呢？删除标记，哎，这是我最终实现的语句。Group by user ID 还是正常的，但我不套子查询呢，我不套子查询，来 having 删除标记等于零的，什么意思？零是不是被删除的？这边你现在不加，效果也能实现，但是删除的时候数据变更你无法识别。这是我预先准备好，一会儿咱们测一下，我删数据能不能实现啊？这只是删数据用的，那其他的我介绍一个函数，这个 argmax，它传两个参数，这是第一个字段，第二个字段，它什么意思呢？根据如就可能这个字段一字段数据有很多条，那么我根据第二字段值最大的那一条为准，那我放一个 create time 是不是时间最大呢？时间最大是不是就最新的？啊，就这么来实现的。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咱们 have 里面有一个 last value，开放函数里面的 last value 取最后一条嘛？没印象？这个生产上很经常用啊，这种语法。还有 flink circle 是不是也支持这个函数啊？还有 first value 嘛？对吧？就用于这种场景嘛，分组然后取组里的第一条或者取组里最后一条嘛。你先排个序，对吧？那咱们这个函数就有点像这个啊，这函数希望你们记住，可能未来你们大概率能用得上，如果工作需要的话。好，行了，这个是我们先看一下效果呗。但是现在已经是1000万了，对吧？那我再干嘛？我再重新插一遍呗。来，我再重新插一遍，然后我们 count 一下，是不是又50万条重复啊？好，现在我把写好了这个语句，我来跑一下，看它的结果输出是什么。当然我没有做 count，对吧？你这里能看到结果集的数据量多少啊？1000万，说明没毛病啊，没毛病，能实现。但是它是不是可能查询需要一点时间，对吧？这就是它牺牲的东西，你不想影响它的正常服务，又想实现去重，那么你可以考，你只能说通过自己的设计来实现，语法来实现，但是效率可能就慢了一点了，这是一个取舍，取舍。那后面我还要测什么？更新数据，删除数据，对吧？就我不仅仅停留于单纯的一个去重。我们更丰富一些场景，那这个时候，所以我要做一个事儿，我要把这个语句创建一个什么视图，不是物化视图啊，是普通的视图，也就是说把你的连招记下来，就标记成 A，然后我查 A 就好了，就相当于说查了这个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玩啊，先把视图创建一下，语法呢就 create view，然后起个名字 as，下面就是你就上面的搜索语句嘛。把这个操作记录下来，仅仅是操作没有数据啊，视图不存数据啊，只存操作逻辑。好，这个我叫 view test a 视图的名字啊，好，创建好。接下来，先试一下插入重复数据，我插一条，你看，零 AAAA，我们先看一下，我们先 count 一下。现在1050万条，那我插入这么一条新数据，只插一条啊，我再 count 一下，是不是1050001条？好，那么现在我就要来查了，你看 select 新，我是不是直接查这个视图就行了？它查视图相当于说实现了之前的语句嘛。那在这之后，我又做了一个过滤，where user ID 等于零，我
们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这条是谁啊 ？AAAA 嘛。这个也不算，只能算是一个什么插入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你看 select 新 from t 叫什么 test a 吧 ，where euler id 等于零，原来是没有的吧？原来是没有的吗？你看嘛，原来是不是有啊？但是现在我查出来是不是只有最新一条？能理解不？这就是我的效果啊。并不是说原来没有零，我插入一条自然有它啊，是原来就有零。你看最新版本，这跟 HBase 像不像？取一个最新版嘛，但它没提供这个功能，我们自己实现嘛，啊，没有版本管理。好，这是一个插入重复的一个数据啊，那过滤出来只是为了让大家看，直接看效果而已啊，直接看效果。那接下来我们测一下删数据，这时候就要用到咱们的标记了。咱们之前这个语句是不是过滤了一下？我说一表示没被删，零表示被删了，零表示被删了。来，不对，说反了啊，一表示被删了，零表示没被删。好，那我现在插入一条标记为一的。那这个值是不是刚才我们插的那条数据啊？四个 A 啊，然后 ID 是零啊。我现在相当于说把刚才那条我要删掉，我这个时候不是真正直接把数据删了，而是再插入一条新的数据，并且标记为删掉。来，我们试一下，我再插入一条，呀呵。找拷贝的是吧？银色的银兔，难怪我看你有点懵逼。哦，我这里本来就少写了银色的。好，现在插进去了，我 count 一下，大家觉得应该多少条了？1050002吧，对吧？一条刚才插进去的一条，想要让把它删掉啊，其实是新增数据的方式。现在我们要执行刚才的查询了，刚才查视图的那个，哎，不是这个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现在数据长啥样。ID 为零的现在是不是有四条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既然标记为删除，是不是希望这条数据不再出现呢？啊，我们试一下查视图那语句呢？啊，这是不是查视图啊？然后看一下 Euler ID 等于零还在不在？没了吧？这就是标记的一个作用，这是不是咱们自己实现的？加了一个字段专门做标记嘛，能理解吗？也就是说，未来你架构设计数据表结构的时候，你可以考虑一些字段用来做标记的，用一个一或者零就行了，它占用资源不多啊，数量不大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同学们？扯到一个咱们实际场景，我们说 ClickHouse 支持更新跟删除吗？严格来讲，它是不支持这种事务型操作的，对吧？它是定位是一个分析型数据库，主要是查询跟分析。如它通过语法是能近似的实现更新跟删除，但它是什么？哎，有一个延迟，什么延迟？是不是也是合并分片的时候才会真正将数据处理掉？所以呢，那如果我们能通过这种标记的方案，我们叫方案来实现，是不是可以实现类似立马看到效果的一个结果呀？这就是一个拔高的一个应用啊，大家可以体会体会这种思想啊。其实这种思想在咱们框架底层都有体现，它很多时候也是这么设计的啊。那还有一种 TDL 之前介绍过了吧，对吧？TDL 好，这个就是通过 group by 去从，咱们就是使用一些复杂一点的玩法来玩它啊。